子，你的孩子犯的是错误，难道这一生就被你给宣判了吗？对不对？我说有的人知道吗？我说是有的人，好不好？然后第二个，为什么回到这个话题，为什么我没去放羊，知道吗？是因为我真的不想给阿紫在这个风波这个口上去给他添盐加醋，去给他火上浇油，知道吗？因为如果我去了后，家人们能给别人更多的口舌一些理由，能理解我意思吗？好不好？我跟阿紫永远是，不管是我们什么关系，我跟他永远是有一种关系是这辈子都不会变的，永远的好朋友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能明白了吗？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继续说放羊，好不好？再回到这个问题，有机会我一定去，有机会我一定去，但是绝对不是现在，好不好？等阿紫把这个事情解决完之后，行不行？明白了吧？有机会我去，好不好？回答的满意吗，家人们？难满意的给我扣666，怎么不说话了呢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那回答的可以扣我666来。这边卡了，家人们，卡了没有？好不好？我都是说的是真心话吧，是摸着良心说的吧，对吧？行吗？不管我们俩是什么关系，记住，有一点关系永远不会变，我们俩永远是很好的朋友，好吧？没卡吗？有没有卡？卡了吗？卡了吗，家人们？没卡呀，我后面都在扣666啊，没有卡呀。还有一个事情，阿子，我从来没有当面说过这，没有当着在直播间从来没有说过这个问题啊。我今天这样连上，我就说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跟那个叫易总的合同的事情知道吗？就是我今天在直播间说过一次，就是、我们不谈这个好不好，不上哥？因为我现在我想简简单单的过我生活，我不想在直播间里面谈一些不快乐的事情。行，然后我希望你们就是正常的去把合同解决就完事了，好不好？行吧，别的我不多说了。没事。行，我觉得你可以早点下播了，知道吗？你也知道的，我说实，我是一个又没有文化又什么背景没有什么的人。你也知道的，我斗的话我肯定是斗不过别人，但是我会用法律来保护我自己，我也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放心吧。行，加油，好吧。我觉得你说我在这个抖音上面跟别人动的话，我一张嘴哪里斗得过那么多人呢，对不对？就是实话实说，但是我不会拿他来在抖音上面说，我也不会去说任何一个人，我会做好我自己。对，我会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。以前是演的，但是现在我是真实的我自己，所以呢，我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会在这上面乱说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不提这些不开心的，我们就提我们开心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行，我预祝你好不好？也很谢谢你，就是，把我就是有的时候会思考一些这些方面的呀，把我就是说说呀，这些我也会记在心里面，很感谢你，真的，普少哥，我把你当成我亲哥哥一样，真的。我亲哥哥都现在在忙着他自己的上班，他都不知道我这些情况。行，阿紫，我祝愿你重新再站起来，好吗？好吧，你懂这个意思了，好吧？懂这个意思了，好吧？我知道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一个女孩子，对不对？站不站起来，我会站起来的，对不对？站不起来又没事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大不了我找个人嫁了，对不对？你说的都对，好吧？我觉得你真的可以下播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你站在山上，你爸不在旁边吗？好黑，你看。你赶紧回去吧，真的，赶紧回去吧，赶紧回去吧。太紧的。行，赶紧回去吧，真的。好的，那感谢，那玩得开心。好，拜拜。哎，怎么挂呀？我来。你挂呀。别打节奏了，知道吗？我今天是被你们逼得没办法，知道吗？然后正好遇见他也在开播，满意了吗？你们都满意了吗？家人们，你都满意了吗？你都开心了吗？那有差不多两个月没连过麦了，对吧？我说过我会连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说过我会连，但是要挑一个合适的时间，要挑而且不去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明白吗？别带节奏了啊！别带节奏，家人们。
以后也会粘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以后也会粘，好不好？行吧。其实我真的是希望他们那个事情真的能够好好的处理，知道吗？没必要在网上就说，搞得腥风血雨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经常粘，经常粘也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家人们，经常粘也不好，经常粘你们就没那个新鲜劲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经常粘就没新鲜劲了？就让你们牵牵挂挂，一个月粘一次，好不好？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，开玩笑的。我再说一下，家人们啊，我再说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想做真实的自己，所以我也不存在跟他是团伙啊，不存在是团伙，我不想有人带节奏，我跟他是什么团伙呀？是一个团队啊，是一个公司的。我说了，没人能牵我，知道吗？好吧，没人能牵我，我不跟谁都不是团伙啊，只是今天只是因为，好玩，好吧，真的好玩。再次感谢榜上每个大姐，感谢直播间每个家人们，虽然输了，对吧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输的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但是我几个大姐真的还是非常给力的，让几个大姐破费了啊。对，就是开心就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好玩，好吧。是啊，我说让他赶紧下播呀，赶紧下播，让他早点下播，你知道吗？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刚才有个家人，刚有个家人说，哈哈，帅哥输了，我好开心。不是你们就不能给一次我问问题的机会吗，家人们？娘们都让我输，你就不能给一次我来问问题的机会吗？0-2，真的，多尴尬啊！多。先不谈丢不丢人吧，至少是尴尬吧。每一次赢，真的赢过一次就赢过一次啊，赢过一把，下次 PK 一定让你赢。你们上次也是这样骗我的啊，上次你们在直播间也跟我说，我说你去连他，我们一定让你赢，结果我今天信心满满的去了，又被别人揍得鼻青脸肿，找不到东南西北。人家天天忽悠我，知道吗？人家是主播忽悠粉丝，你们是粉丝忽悠主播。我有实力，我有毛线的实力，跟谁打 PK 都输，跟谁打 PK 都鼻青脸肿。主要是我不会拉票，你知道吗？福利是吗？啊，福利。来，我看一下现在多少个赞呢？我看一下啊，现在多少个赞啊？来，想要福利的来，想要福利的扣一。我说了啊，昨天给大家整的福利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再问一下家人们来，昨天觉得我彭少赚的你们一分钱的好不好？觉得我昨天亏钱的扣一，觉得我赚的你们一分钱的扣二来，觉得我昨天赚钱的亏钱的扣一，赚钱的扣二来，是不是福利？说的福利是不是真正的福利？好不好？都能算出来吧？价格都能算出来了吧？对不对？收到货之后，你们去看一下那个品质，好不好？彭少是不是真的大气，还是用嘴巴说的？李明，来，我再问下来，现在多少个赞？我看一下。想要福利的来，今天一天啊，明天还跟你整一天，好不好？明天还跟你整一天。哎呦，完了，我们又被平台提示了。现在多少个赞子？要福利的来，把药给我扣起来。现在只有个10-7万，8万个赞不到。来，跟我一口气，家人们来，2000个家人跟我一口气干到30万去，我要跟你们整福利。李明。然后数三声啊，一口气干到30万去，来3、2、1，来，所有家人们一起来，把30万个赞给我点出来，来30万个赞点出来，然后我把东西拿出来。今天你们走的每一个人啊，你们都会吃亏的，知道吗？都绝对会吃亏的。昨天很多人后来私底下跟我发了很多消息，知道吗？说彭少，你为什么只不让我拍一张，对吧？来，给我把赞赞点出来，家人们，30万个赞给你们上，好不好？来，13万呢，把关注点起来啊，把关注点起来。我给你们整福利两个原因，第一个知道吗？为了涨粉，好不好？很实在，我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第二个原因知道吗？就涨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分扣了很多，这两个原因，好不好？来，把关注点起来，把赞赞给我点起来，跟我冲到30万去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开始。
今天给你们准备了两个东西啊，准备了两个东西，哎，都是你们能用得着用得着的，好不好？感谢你们的关注，感谢你们的关注。怎么不能点赞？怎么不能点赞？点这个下面就可以点吗？点下面可以点，来多少个赞呢？是这样的，家人们啊，彭少，有人说彭少，你为什么不人多的时候直接上，知道吗？是因为我是想给自己的粉丝，知道吗？因为咱们直播间现在虽然两千人，对不对？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自己的粉丝，知道吧？好不好？所以我等一会儿，知道吗？等那些流量粉先走了之后，我再给家人们拿出来，行不行？就要给就给自己的家人，对不对？等一会儿啊，咱不急啊，不急。来，23万个赞的，来，23万个赞的。来，还差6万个赞的家人，来，加油！等一会儿啊，今天只要你点的关注的，好不好？只要点的关注的都有资格，行不行？只要点的关注的都有资格。来，26万个赞的，加们26万个赞的啊！只要点了关注的，今天都有资格啊！戴个眼镜。今天给您的准备是什么东西？好不好？等一下我挂个车啊，挂个车。大家呢，等我挂个车啊，我挂个车。我昨天给你们整的是一个晚霜一个早霜，对不对？一个早霜一个晚霜一个早霜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什么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今天给你们整的是吃的，是喝的，知道吗？为什么给你们整这个东西？家人们，来我给你看一下整的什么东西啊。这是一个，看到没有？燕窝银耳豆浆粉啊，休斯罐的品牌的，知道吗？品牌的，好不好？为什么给你们整这个东西啊，家人们？因为我知道很多家人是不是晚上睡不着，是不是晚上睡不着？白天很多家人可能还不想起，对不对？或者家里有孙子，对不对？早上去上学的时候饭都不想做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早上吃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给你们整了一个啊，可以当做早餐来喝的，知道吗？早上不想做饭的时候，就用这东西啊，舀一勺冲一冲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这是一个里面天然的燕窝银耳一个豆浆粉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在外面卖多少钱，家人们啊？这东西在外面卖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正常的情况下啊，别车挂了吗，家人们？正常情况下，别的直播间很多直播间是卖200多，然后如果大直播间的话是大概是卖100多，知道吗？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用网上给你们搜，我给你们搜的东西卖多少钱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就知道彭少是不是给你们实在的价格，行不行？我来搜一下，因为只有对比之后，对不对？家人们才知道彭少是不是给你们是真的是实在的价格，对不对？等会儿啊，我来搜一下网上卖多少钱。我看一下抖音平台上卖多少钱，家人们。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我在抖音平台上搜出来的，来。卖99，对不对？就在正常情况下，大概200多、100多。如果做活动是99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是这个东西吧？对不对？就是当可以当早餐奶来喝的，知道吗？里面添加的东西是银耳，是燕窝。姐姐阿姨都知道银耳跟燕窝的好处，都知道吗？知道跟我扣一来，知道银耳跟燕窝对咱们姐姐阿姨的好处，知道扣一来，不用我多讲，这东西不用多讲啊。而且是有 PSC 城堡，知道吗？那老年人跟小孩都可以喝的，好吧？都可以喝的，好吧？你可以把它当做早上奶喝，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准备，早上起来不想做饭可以准备，知道吗？然后价格正常价格在商场里面专卖店卖是299，知道吗？或是100多块钱，知道吗？然后做活动价格是99，你们可以自己先去搜啊。但是你看的品牌什么啊？休斯罐的，看到没有 ？PSC 城堡。来，你有人在吃是吗？有人在吃是吗？有人在吃的东西是吗？这个东西打开之后啊，家人们，打开之后它有一股很浓的奶香味，你知道吗？很浓的奶香味，好不好？里面的这个东西知道吗？非常的细腻，知道吗？非常的细腻，好吧？味道挺好的，知道吗？来，
不要说钱说米是吗？哦，我不能说钱是吗？来，直播间现在是1500人是吗？等会不急啊，等流量粉先走，知道吗？给就给咱自己家人。昨天有人说，彭少你限单是不是？限一单，彭少你太小气了，我想多拍点，你只限一单。今天这样好吧，给两单，我数三二一，价格我不用说。家人们，我问你啊，这东西99值不值？值不值99？值不值？抖音做活动的，知道吗？官方价格是99，值不值？你别说99，家人们啊，59值不值？值59一罐吧，值不值？来，直接给我打个值来，直接打个值。你别说99，砍一半，59值不值？值吧？来，这样啊，我给你们的价格，我惊掉咱们所有直播间人的下巴，知道吗？来，自己看啊，3、2、1，来，200单，家人们就200单啊，给你们准备200单，好不好？准备200单，来，自己想往那边看，多少钱？对，59块钱值吧，别说200多、100多，还是99，对不对？自己想往那边看，来，值不值？来，有没有糖是吗？我看一下啊，里面家人们是这样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配料表啊，配料表里面好像是蛋白质、脂肪，对不对？然后碳水化合物、钠、钙、锌、铁，知道吗？就是微量元素，知道吗？微量元素含的很丰富，所以老年人、小孩都可以喝，知道吗？来，自己看价格来，对，15.9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15.9，好不好？如果买过这种东西的家人都知道，在外面卖100多、200多，对不对？就人家大直播做活动也差不多100块钱，99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们多少？15.9，知道吗？就这么硬气，好不好？里面还含有很多的那种有益的什么乳酸菌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低糖，已经算好了，已经100单没了，已经100单没了，家人们。昨天限了一单，今天直接干两单，今天直接限两单，你们可以拍两单，好不好？可以拍两单，15.9，对，就15.9。来，已经130多单了啊，已经130多单，自己拼手速啊，家人们啊！我再说一下啊，家人们啊，义乌一码正品防伪的，知道吗？然后 PSCC 城堡知道吧？然后休斯冠上市大品牌的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们拿就拿品牌的，知道吗？你在别的直播间去看一下，家人们。如果说有人是低于99的，知道吗？你回来啪啪打我脸。如果说我给你东西不是正品，知道吗？比别人贵，你把我取关拉黑，全网去骂我，就这么硬气，好不好？但是我有个要求啊，家人们，所有拍单家人们来，拍多少单？来，家人们还有30单，还有三十单，老年人小孩都可以喝的。早上不想做饭就冲一杯，晚上睡觉之前你也可以冲一杯啊，因为里面含了很多银耳跟燕窝，你知道吗？银耳跟燕窝，看一下啊，是银耳跟燕窝，来，没有了，来，家人们没有了啊，已经没有了。来，这样，所以家人们啊，可以拍两单，好不好？这样啊，家人们啊，其实有家人昨天还在说我的，彭少，你这个限单，你限单干嘛？你别限单了，我想多拍点，对不对？这样好吧，家人们来，15.9一瓶，一个是一单话是两单就四瓶，对不对？这样来，家人们来，你们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就是所有人收到货之后，去给彭少一个5星好评，让彭少把这个账号的分数涨起来，行不行？如果行的情况下，一单我给你2瓶，一单给你发2瓶，拍一发二直接，行不行？拍一发二就相当于8块钱不到一瓶，对不对？8块钱不到一瓶奶粉在外面是100多块钱、200多块钱，很正常吧？我直接给你们8块钱一瓶。就是所有人啊，15.9到手一单是2瓶，能不能收到货之后给彭少给个5星好评？行的后面打个行，然后我就给你们拍一，到手2瓶，多少毫升是吗？320克的啊，320克的，行是吗？咱们说到做到啊！如果说收到货不是正品，好不好？你可以跟我拉黑彭少就完事了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如果收到是正品啊，家人们啊！一定记得5星好评，行是吗 ？OK， 我跟助理说一下，等会儿啊，我跟助理说一下，稍等会儿啊，
你给他们把这东西拍，每个人一单，一单给他发两罐，对，一单发两罐。嗯，我要祝你给你们一单发两罐，好不好？来，没拍到是吗？还有人要是吗？还有人要吗？来来来，我问一下，还有人没拍到是吗？来，要的打要来，说一下要打要来，要的打要来。如果要，我再给你们来50单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50单就够了，好吧？好，来100单，来100单，再来100单，要是吗？来拼手速啊，拼手速，来3、2、1，来给我上。我就要祝你备注一下，好吧？咱们说到要做到，对不对？备注一下，备注，1、2。我要祝你备注一下啊，免得那发货时忘了。你给他们备注一下，对，拍一，发两罐，一单发两罐，对，是不是服你，家人们？是不是服你？燕窝、银耳、豆浆粉，可以当早餐奶喝的。修之罐大品牌 ，PICC 城堡，一物一码，知道吗？配料表写得很清楚，富含的丰富的，看到没有？微量元素，看到没有？自己拿手去看，值不值就完事了，好吧？已经上好了，家人们，已经上好了啊！给你们备注，我让他给你们备注，因为他怕我到时候忘了，知道吗？已经备注好了，来，就100单啊！对，拍一单发两罐，拍两单发四罐，你到手相当于8块钱不到一罐，比我喝了杯奶茶便宜，是不？朋友是不是亏了？是不是在亏？是空打个是来，不是打不是来。我那是不是亏了？是的，哪个是？实实在在，对不对？来，我问一下啊，你们快递费多少钱？家人们，快递费平均算起来7、8块钱，10块钱左右要，对不对？你们买这一罐大概8块钱，对不对？一罐是不是划8块钱？就像那个快递费，朋友直接给。全网还有谁就？当然啊，我昨天说了啊，你们不要去跟我在别的直播间带节奏啊。不要说看到的时候说，哎呀，人家彭少卖几块钱，你卖1、200块钱，不要带这个节奏啊！你不要跟我去招黑，因为咱们不能损害别人利益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不要去损害别人利益啊！你明白吗？来，明白打个明白，来，明白打个明白。咱们肉知道没，家人们？咱们肉有句话说，烂在锅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肉要烂在锅里？好不好？来，还有25单，还有25单，还有25单的家人们。这瓶手术来，还25单，还有14单，还有14单，还有14单啊 ！OK， 还有5单，还有5单，来3秒钟直接下了啊！3、2、1，来，你要重点下，开不开心，家人们？来，开不开心？开不开心？嗯？开不开心？开心我答不开心来。我说了给大家整就整，实实在在大家都用得着的，你知道吗？都用得着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是家人们，我先说一下，我真的是被动带货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被动带货。你们也知道我大货现在只有2份了，封了7天，我不带货不行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又不想挣大家票子，我怎么带啊？我又不想挣大家票子，我就想，知道吗？这样好不好？就全部给自己来贴，自己来贴。我是不是贴了，家人们？全网还有谁？我就问一下，大人小孩都能喝，都能喝，因为它的配料很单纯，知道吗？配料很单纯，而里面富含了丰富的那个锌、铁、钙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？你们如果会算账都知道，红皂是不是实在的贴的？抖音上可以搜出来这99块钱一罐。来，再给大家准备个东西，好吧？保质期是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保质期多少年？保质期是18个月。开水冲服就可以了，开水冲服就可以了，当早餐奶都可以。还要不要？然后再给大家整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再给大家整个东西啊！夏天我们是不是爱出汗的，家人们？然后我问一下，有多少家人是每天洗澡、每天洗头的？每天洗澡、每天洗头的扣一来，3天洗一次头的扣2来，每天在洗头的扣一，因为我们夏天是不是很热啊？是每天，对不对？手机没电了，给你。来，每天在洗头了。
扣一来，每天的洗头扣一，三天洗一次的扣二，这么多都扣一是吧？对，说实话，家人们，我每天洗头的嘛，我每天都洗，每天都洗，知道吗？来，这样啊，昨天的时候跟您整的是蓬松喷剂，对不对？今天跟您整洗发的，行不行？洗头发的，行不行？年龄大了有没有爱掉头发的？有没有爱掉的？早上起来一薅一大把的，有没有？梳子一梳，一掉掉一把的，头发毛毛糙糙的，有没有？有的打个有了，家人们，有打个有，有打个有，好不好？年龄大的都，年龄大的都多少有点，对不对？包括还有人秃了，对不对？家人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是吧？然后或者头发没有韧性，一拉就断，是不是？然后或者是头发毛毛糙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多这种？是不是？还有人头发油油腻腻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还有人头发很枯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打个有来。缺麻是不是好东西，家人们？何首乌是不是好东西，家人们？缺麻跟何首乌如果加在一起做洗头发的，对咱们头发好不好？对头发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来，里面有没有知道鱼子酱的？鱼子酱知道吗？来，里面还添加东西叫什么？叫鱼子酱，知道吗？然后家说是什么品牌是吗 ？DO 的啊，上市品牌 DO 的，好不好？你们哪一天去问一下糖糖，糖糖做护肤品的，对不对？糖糖知道啊 ，DO 是大品牌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来，优衣码正品防伪的啊，优衣码正品防伪的，好不好？知道是吧？你们知道是大品牌是吗？很多人都知道是吧？太平洋城堡的，看到没有？太平洋有城堡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一罐是多少啊，家人们啊？这一瓶是我看一下，我忘了，500毫升的啊，高浓缩500毫升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再说一下啊，头发容易枯的，容易黄的，容易一薅掉一大把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这个卖外卖多少钱，家人们？来，我问一下，外卖多少钱？有家说这都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在专柜里面卖，这上面有啊。哦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记得上面有，家人们稍等一会儿啊。这是护肤。专柜卖，专柜共价知道没有？398，看到没有？共价统一共价398，对不对？你们在外面卖多少钱呢？你们买过的给我打，把价格打在公屏上，100多块钱要不要？来，家人们，100多块钱要不要？把你们买过的价格打在公屏上来。我就在问大家啊，我不管它398，98值不值？家人们，来，值的打个值，98值不值？98块钱值不值？值吧，来，这样啊，38值不值，家人们？38值不值？何首乌的加天麻的加鱼子酱的，38值不值？值吧？你买过168是吗？165是吧？生鲜牛杂，这个阿姨是老粉啊，她说买过165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样啊，彭少给你们98再去一半，49行不行，家人们？49行不行？这样啊，我看一下，好像看能改多少。来，行是吗？不行，我说的居然是给大家的好，给大家的，对不对？就把给这个东西从头贯穿到尾，能不能收到或者给好评？能给五星好评的，给我打个人来。能给五星好评的给我打个人来，能给五星好评的打个人来，这样啊，我现在能改到价格，听清楚啊，25.9，值了吧？25.9值了吧？你们随随便便买瓶洗发水是不是得几十块钱？这没错吧？何况这是何首乌的、天麻的加鱼子酱的，知道吗？高龙说的，知道吗？来，25.9，等一会儿啊，家人们啊，我现在价格能改得上，给大家来100单，好吧？100单，来，这样，有家我看了，有家人说19.9，对不对？能不能19.9？是不是？我想给你们干到19.9，知道吗？但是实在干不下去了，把券用来干不下去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洗完头发是不是要护发，家人们？要不要护发？是不是要护发？这样好不好？25.9给你们的价格，然后我等让助理备注一下，一瓶洗发水再加一瓶护发乳，同样是300毫升的。同样是300，要多少毫升？我看一下多少毫升？500毫升的，说错了，500毫升的，25.9啊！一瓶洗头发的，一瓶护头发的，好不好？何首乌、天麻加鱼子酱的，来，我给你们上100单，行吗？来，3、2、1，
收到货都记得啊，给五星好评啊，收到货记得给五星好评。你在谁直播间买的没事啊，家人们，你在谁直播间买没事，你就要记住一点，全网不可能有比这个价格更低的，而且25块有到手是两瓶啊，到手两瓶，高浓缩的、何首乌的、鱼子酱的、加天麻的，知道吗？氧化护发，护发，好不好？够大气了吧，家人们，来，两瓶啊，到手也是两瓶，一瓶洗的，一瓶护的，行不行？让你们这个夏天知道吗？天天可以洗。来，已经上好了，家人们已经上好了，到手一洗一护啊，交100单啊，家人们交100单，好不好？说给你们的，我那就给你们，知道吗？说给你们贴的，我就给你们贴，知道吧？好不好？一洗一护啊，到手一洗一护，到手每个人可以拍2单，还是2单？昨天1单有人说彭少的坏话，你知道吗？说彭少小性子，让我拍1单，那今天给你拍2单，好不好？家人们啊，你们每拍1单，彭少是真的实实在在是贴的。如果不相信，你们自己算，知道吗？算这个价格，来25块也就相当于26块钱，对不对？是26块钱，26块钱到手是不是2瓶？一瓶相当于13块钱，对不对？快递费我就打少点，打七块钱，对吧？这东西成本不可能是6块钱吧？不可能6块钱一瓶吧？所以是不是膨胀是贴了？是不是贴的？实在要给你们贴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已经没有了，家人们已经没有了啊，已经没有了，是不是实在的贴？如果说啊，家人们，有人说一句话叫什么？便宜无好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便宜无好货是吗？收到货之后自己去用啊，继续扫码查是不是正品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咱们不差这点事儿，知道吗？彭少不差这点事儿，好不好？彭少不差这点事儿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种价格。来，我来给你们查这东西多少钱，好不好？我就在抖音上查，等我啊，我来给你们查多少钱。查完之后你就知道彭少是不是真的是对家人们好，就完事了，好不好？我来给你们查啊。家人们稍等一会儿啊，我来查。来，家人们来，我现在能查到的啊，我现在能查到，知道吗？做活动，别人做活动的价格啊，是做活动的价格，不是专卖店的价格。来，68块钱看到没有？就一瓶68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人家做活动的时候，知道吗？68块钱，我给你们26块钱，还是2。好吧，来，没拍到是吗？有多少没拍到了？再来100单，好吧，那就再来100单，好不好？再来100单之后，家人们啊，再来100单之后就没有了，行不行？你们也再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再来100单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但是我再说一次啊，家人们啊，说家人听清楚啊，收到货之后，家人们听清楚，收到货之后，给彭少就一点，把彭少的关注点起来。把彭少粉的灯牌亮起来，收到货之后给彭少一个五星好评，啥都不图，就图这2点，涨个粉，知道吗？涨粉，给，然后五星好评，就这，好不好？让我号的分数涨起来，能不能？行，能不能做到？家人们，能不能做到？收到货之后给彭少五星好评，能不能做到？能找个人来，人的话我再给你们来100单，人的话再给你们100单，来，把人给我飘起来。人是吗 ？OK 啊，我相信家人们的啊，我相信家人们的人品，就像家人们相信我人品啊，说到做到啊。OK， 来，我数3声啊，3、2、1，来，再100单，再来100单。还在人家打那个燕窝是吗？能不能发2瓶洗发水？家人们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有家人说要能不能2瓶洗发水，这个不好发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今天跟这个工厂，知道吗？已经跟他们定好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跟工厂定好了，我说一洗一户，知道吗？不然为了几个人，人家是不好发的，明白吗？家人们，好不好？你洗头发也护头发，你实在不行，家人们，你就花50块钱去拍2单，知道吧？拍2单就可以了，洗发水嘛，对不对？都要用的，好不好？明明，洗头发一定要护头发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来，已经上好了，家人们，已经上好了，已经上好了。
还要奶粉？奶粉我已经给大家300单了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刚才奶粉都排超了，都排超了。你等我，再给你弄点，再弄点。护头包要学习吗？肯定要洗啊！你不会用护发素吗？就是正常的洗发用一遍，然后护发用一遍，然后清水冲，知道吗？还要奶粉是吗？你听我说啊，有个邱子轩的阿姨说，你找到是9.9，你看一下容量，你看它的容量是不是第一个啊？看它的容量是不是500毫升的？那个9.9的是100毫升的。第二个看品牌是不是 DO 的，知道吗？我说的是 DO 的500毫升的，明白吗？你那9.9知道吗？那是100毫升的，还不知道是不是 DO 的，明白吗？懂了吗？你放心，彭少给你的价格。彭少能给你们的价格一定是网上可以查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是不是实实在在的贴的给你们，明白吧？好不好？来，我数10秒钟就下了啊，这个东西数10秒钟下来，10，然后就没有了啊，9，8，5秒下，5 4 3 2 1，没有了，我支付不了，我也不知道嘞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认清楚啊，第一个是500毫升的，知道吗？不是100毫升的，100毫升是试用装，人家那有的9.9是试用装，知道吗？第二个是 DO 的品牌，知道吗？这上面有统一零售价的，这不是我标的，是你的工厂统一零售价的，知道吧？是500毫升，对，好吧。哎呀，我也不可能为你20几块钱去骗你，真的，阿姨，好不好？那我也不想解释了，我是给大爷的东西，你去算一下2瓶多少钱，是不是实实在在的，好不好？那个豆浆还要是吗？再上点，再这个奶粉还要是吗？还要这个？等我问一下，因为我今天只跟厂房订了300单。把我看一下那个豆浆能不能再给大家来个50单吧。等会儿家人们，等会儿啊，这不是豆浆，说错了啊，这是燕窝银耳豆浆粉啊，豆浆粉，燕窝银耳豆浆粉，我说错了，豆浆。你们这样好不好？你们收到任何东西，你们都可以去查价格，好不好？去查价格，不知道是不是实在的款式，我不想在直播间多解释了啊，不想在直播间多解释，你就自己算着，自己算着啊，运费一起，平台还有扣点啊，家人们啊，平台有6点的扣点，知道吗？平台还有扣点，自己算。比如说我30块钱，知道吗？平台6个点要扣1.8，知道吗？还1.8毛的钱的扣点，这都实实在在的东西吧，都能算得出来，知道吗？洗发水没有了啊，洗发水已经没有了。行，来豆浆有没有要？要扣一来，我现在还能掉50单来，能掉50单来。不，豆浆，我老说豆浆。燕窝银耳豆浆粉还有没有要？要的话，我给你再整50单。我刚跟厂方发消息了，知道没有？还能整50单？要不要？要的扣要来，要的扣要，要的扣要来，家人们来。我是卡住了吗？我是不是卡住了，家人们？我是卡住了吗？要的把一扣起来，我再给大家来50单，好不好？然后咱们就完事了啊，咱们就完事了。多少钱？我给大家10几块钱，我忘了啊，是10几块钱，给你们2罐。要什么？来，那就这一波了啊，就这一波了啊。然后数3张啊，然后再没抢到我就不上了啊。因为我跟厂房只订了300罐的，300单。来，3、2、1，来。不，等。来，看一下家人们，来看一下。你这样。你这样把那个洗发那个洗头发的，你再跟我来个10单吧，来个10单，有家人有几个家人要，2个链接都挂上去，然后把2个链接都挂上来，好不好？然后豆浆，对吧？豆浆，老说豆浆，燕窝银耳豆浆粉，好不好？给你们上了50单，然后洗发的给你们上了10单，好不好？行吧，很够意思了吧，家人们？没有上吗？上了呀。上了，家人们，你再看，怎么没上？我都看到了呀，
上了家人们啊，上了啊，一号链接二号链接你们自己找，好吧，自己找，两个都给你们上了。然后洗头发的25.9一洗一户，好吧，一洗一户就是两瓶嘛，对吧。然后那个燕窝银耳豆浆粉知道吗，到手两罐15.9，你们自己算彭少是赚还是亏，好吧，行吧，已经上好了。有紫云姐说有小糖糖能不能吃，这应该不能啊，这应该是低糖的知道吗，因为里面我看的含有麦芽糖，它是属于低糖的知道吧。怎么了，直接说。从小大气太好了，宠粉知道吗，实力宠粉。干嘛来，我数十秒钟啊，数十秒钟就下了啊，十秒钟啊，十九，豆浆在一号链接吧，然后那个在二号链接，八七六，我再说一下啊，家人们啊，豆浆粉干嘛的，喝的呀，银耳燕窝银耳知道吧，是不是好东西，对不对，当早餐奶喝的知道吗，小孩子上学的时候不想，你有家里有小朋友不想做早饭，给他冲杯这也可以知道吗，早上起来不想做饭可以冲杯这， 对不对家人们。那五秒下了啊，五四三二一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家人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家人，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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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拿票子给你们，真是拿票子给你们。明天想要啥，来我们说一下明天想要啥，明天想要啥，家人们，我让你们，我说让你们在彭少直播间100块钱当1000块钱用，1000块钱知道吗，当3000块钱用就完事了。沐浴露什么手串手链洗衣液抽纸，好，这样明天给你们干洗衣液跟沐浴露好不好，要这个，那这个得段时间，家人们得段时间啊，这个得段时间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再给你们定，我给你们定了100个，好不好？得段时间啊，因为你要雕刻呀，对不对？明天给你们上纸巾是吗？纸巾简单，纸巾我打个我挂在我的那个挂在我的那个橱窗里面，你自己去拍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明天给你们上洗衣液。跟沐浴露好不好，然后后天给你们上内衣内裤行不行，要不要内衣内裤，嗯，要不要，哼，我把家人们你们家里用的东西全部给你们干齐了，免得你们到处去别的直播间花些冤枉票子，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家人们，免得你们去别的直播间花些多花些票子，对不对，全给你们干齐了。来家人们啊，我再说一下啊，家人们啊，我再说一下，收到货的给彭少去点5星好评啊，收到货的你收到货的看一看值不值，好不好，如果值去点5星好评，如果不值取关拉黑我，好不好，然后没点关注赶紧点关注啊，明天再给你们来一波福利，后天再给你们来一波福利，好不好，还给你们干2天福利，好不好，来给我打一波大起来，家人们，给我打一波大起来，打一波彭少大起。600个粉丝成员的啊，什么叫实力宠粉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我可以跟你们说句实话啊，家人们，我可以说句实话。如果说我昨天的东西或还有今天的东西，明天跟后天的东西，我要赚了你们1分钱，知道吗？我彭少就不是个东西。我要赚了你们1分钱，我彭少都不是个东西。我就这么硬说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赚了你们1分钱，我自己骂一下自己，我就是条狗。就这么硬说的。为什么，家人们？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知道吗？是涨涨粉，知道吗？第二个原因，那是有一说一啊，是为了涨涨粉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想把这号的分回一回，知道吗？因为我的号扣分扣的太多了，因为我不卖东西，不卖东西，平台莫名其妙的扣我分，说我引导线下单，知道吗？我在群里给你们发了那个截图，对不对？我没办法，所以我就卖。然后第三个，我又不想赚你们票子，怎么办呢？我就给你们整点福利，就这个，知道吗？
好吧？第四个，知道吗？你们认识我很长时间了，我也没，经常说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，但是也没有说拿一些实际的行动出来。这几天我就拿实际行动出来，让你们看一下，彭萨是不是把你当一家人？所以啊，再说是啊，没点关注的点关注，没点灯牌的点灯牌。你当彭少的一家人，家人们，我就这么告诉你，你跟彭少成为一家人，知道吗？你有占不完的便宜，因为彭少不差这点票，彭少差的是一个心情，我开心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我开心就可以了。有个阿姨说，彭少你别骂自己，知道吗？相信你。法院大姐说别骂自己，我没骂不自己啊，因为我本来就一分钱没赚嘛，我本来就是贴票，知道吗？OK， 来家人们来，多少个赞赞呢？我看一下多少个赞赞。跟你们要点免费赞不过分吧，家人们来。现在是38万个赞，来，所以家人们来，我们一起把赞给我干到50万去，行不行？明天几点钟开播是吗？明天不出意外也是7点半开播，好不好？这几天每天都会7点半开播，因为这几天不太忙。来，我数三二一，跟彭大干到50万赞，好吧？来，3、2、1，把免费的小赞赞给我走一波。把免费的小赞跟彭少走一波来。如果说啊，没事啊，家人们，有人其实能算出来，其实有家人能算出来我的贴多少，你们算都能算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算都能算出来。昨天给大家整了三个东西，给大家整了差不多800单，今天给大家整了。差不多有800单，知道吗？不止800单，知道吗？你们可以算出来，我就打一单，我贴10块钱，800单贴10块钱多少钱？8000万元。如果我贴，家人们，如果贴50块钱，800单是多少钱？40万块钱，对不对？昨天到今天给你们整的差不多2000单，你们自己算我贴多少钱，都能算出来的，好不好？要我都不多说了，家人们啊，咱们自家人开心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开心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我这样卖东西，我不会限的，好吧？现在再说一下啊，收到货的一定要给彭少5星好评啊，让彭少回分啊。OK， 家人们，多少个赞赞的？我下播了，好不好？驼奶粉是吗？有驼奶粉。胡辣粉我也可以跟你们搞到，只要你们想要的东西我都能跟你们搞到，知道吗？我有强大的人脉资源，我有强大的市场资源。你们知道我是干嘛的吗？家人们，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我自己就是做投资的，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能拿到这种价格，家人们？是因为有的厂知道没有，就有我的股份，懂了吧？所以为什么我能拿到有些价格别人拿不到，懂吧？好不好？纸巾是吗？已经过两天，好不好？已经过两天，我跟你们谈一波，好不好？谈一波，我还没谈，知道吗？我还没谈这个东西，我要去跟厂方打电话，知道吧？好不好？然后你们要这个东西，现在几月份？8月份我跟你们搞，好不好？到8月份，因为我要让别人定，知道吧？人家定完之后，你要一个个雕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我答应你们东西，我一定会做到的啊！好 ，OK， 家人们来，还差12000个赞来，还差10000个赞，来给我打一波开心，行不行？家人们来。打不开心，你们开心，彭少就开心，好不好？纸巾我过年给你们上，今天多少号？今天18号，下周给你们上纸巾，下周，因为我明天跟后天我已经安排了，知道吧？我跟厂方已经提前安排了，我给大家整点实实在在用得着的、品质好的、价格低的，100块钱能当1000万用的东西，开心是吗 ？OK， 这样家人们，怎么上人的呢？卖东西还上人的家人们，来晚了啊！先后进来的400-500个家人们来晚了啊！你们来晚了，知道吗？彭少不是在卖东西，彭少是给家人们，我说不好听，就是给你们送，推荐给你们送。你们想要的，把关注点起来，明天再来，好吧？明天后天都有，还有2天时间啊！我都已经谈好了，跟厂方全部谈好了，让你们看一下，彭少是不是有实力的人，是不是玩得起的人？哼 ，OK。再说一次啊，收到货已经点关注，我下播了，家人们，我下播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下播了，行吗？我去 ，OK， 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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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加群的可以去申请加第6个群啊，哦，这个号没群，
大号的第六个群还有位置，好不好？大号第六个群还有位置，只要成为彭少一家人，家人们记住，只要成为彭少一家人，我让你们占不完的便宜，说到做到，好吧？拜拜，家人们，拜拜，下了啊。